你是不是知道点什么呀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何事。哎，等等，我以宿管的身份命令你，让我进去看一眼。三更半夜的，你是不是存心闹事啊你？我就想进去看一眼，你就说我闹事儿。我说你，这是心虚了，还是房间里有人啊？我看一眼，这李公子，请你自重。我看一眼，这是我的战术。你敢推我？你可我不搞到夫子那儿去！你让我看一眼，怎么了？怎么回事？宋师姐扮鬼侠李文书现在走在我们差社里。你们两个，给我让开！不让？不让是吧？让我进去看一眼，怎么了？大不了咱今儿就耗着，看谁先耗死！凭什么？我们的房间哪由得你来撒野？我是宿管，我想撒野就撒野。别动手啊！别动手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杀人了！杀人了！行行，行行，快！还让不让人睡觉啊？这怎么办啊？这是他自找的。你咋了？雪！